爱卓妍凭住电影《圣何西谋杀案》入围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。上年角逐金像奖影后的她，今年又首次入围最佳女配角。阿 sa 就表示好感恩，遇上好导演、好对手以及好好的团队。正身处外地拍摄网剧的她，以及凭住金刀一起角逐最佳女配的爆姐，日前就获剧组举行神秘庆祝派对。阿 sa 惊喜地表示，开紧工的时候收到提名消息，大家都好开心，亦都互相祝贺和打气，但是估不到拍摄完了会再有惊喜给她。除此之外，同劇的摄影师谢宗道同时凭住电影《犯罪现场》提名最佳摄影，真是恭喜恭喜啊！